你何必就甲人安高高甜呢？倒去故乡，伊故乡是啥物所在？甲你讲也不要紧，因住伫咧山西龙门关的大家庄。也是讲，你粒头壳是唔通要阁动啥物歪脑筋呢？你若无，是无通我定定有人通我救你啊！啊，直接去就是阿伟门，恁闲个伫遐走。啊，你过来想啥？惊啊！过来咧一摆吼，我这粒胆绝对会惊破啦！啊，对啦，公主啊，迄个姑娘咧讲嘛无唔对呢，是讲你妈妈遐尼啊固执，啊一定都爱爱情君小姐，啊你若敢换倒转啊爱回君小姐，啊是差甲偌多？宝弟，啊，你是捌啥物？好，我唔捌，我唔捌，哎。啊，敢讲人因要倒转去故乡，你都敢冤啊，煞要回去嘞？嗯，我正有这个意思。哈，哎呦，拜托嘞，公主啊，我求你吼，你莫搁安尼了代志啊吼，啊，安尼真忝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啥物件啊？安尼甲我点落去。是我较巧，但拄啊伫个豆腐要出来吼，我看到有鸡肉，新鲜甲粘一块出来，今嘛起红肉甲摇摇吼，拄啊好做点心来。实在啦，要骂你脚手神哦，有影是腹肚枵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做菜哦，我才做乌家啦。那袂歹啦袂歹啦，有通食都好啊。嗯。好食，好食。嗯。啊，哎呀，公主啊，人家在我这里帮我帮你吃物件。啊？哎呦！哎，公主啊，你这好难写你的名了。你写乱讲什么？你来啦，你看。你看，伯父，
问，好人报恩准。姚贵啊，
叫好你二小姐。好啦，二小姐拜托你啦，你安尼好好困好不？你若唔困，你嘛牛难困。啊，你安尼三更半夜起来乱乱说，你害人，你知无哈？紧啦紧啦，好好困啦，拜托。
出事到这晚，将来都别看过这么令我心动的女人。只可惜，该熟悉上班，在这山寨内面，我并无限制伊的行动。不过，伊就是无愿意家己独走，甘愿跟独去有同甘共苦，真是难得。这个所在也实在太破旧，就好像像马条同款，我应该派人紧来给征收，予伊会当过较快活点。是啊，我靠，无聊，我今日一口酸啦，是啊，哎，牵手未赖哦。
想要放弃，不管你姚将军生做有偌水，究竟也是敌人的母子啊！你这是在讲什么？我韩飞扬要挃的物件，敢假得袂着心？那呢，你为什么不将杜克伟抬死？敢不是较省事？袂用的，我已经将抓着杜克伟代志禀报八大人知影。即嘛，咱是听命行事。听命行事，也毋过，我也是搁要放弃。唔读书作多者，也嘛无，到尾痛苦的人是你家己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的代志你敢莫管。桂荣呀，丁天霸参见八大王。丁天霸，你今仔日来见本王，有甚物代志是回八大？我将甲韩飞鸿与分道扬镳了，就在延安两军另起炉灶。如今要小小声事，请求八大王暗中派兵支援。我保证在短短时间内，就法度将延安恢复以前面貌。真好，真好。也不过，韩飞鸿也正在乌山这重整旗鼓，目前已经开创了一个小局面。以我之见，林双方唯有化解着以前的仇怨，再度合作，才当稳住势力。回北台湾，那是这点，我将做袂到。当初我甲伊意见袂合，演变成今仔日分裂的局面，就是因为我将发现韩飞鸿这个小姐是一自导自演，野心不了。好了，明天吧。顶一处理不过于韩飞鸿，投降着明将杜克伟，经过本王查证，并非实情。因为现在杜克伟已经被韩飞鸿禁在乌山了。这是什么代志？无唔对，既然恁两人水火不容，好，我会派兵协助你，让你立下大功。我也好向罗公公有些交代。罗公公，自幼自书兵部。其副将丁天霸已经在延安一带有一切活动，如今小有下势，相信免偌久，延安就当恢复着往日的面貌，来作为罗公公迁址着原始的地方。距离韩飞鸿方面也有捷报传来，杜克伟在立错韩飞鸿之后，可谓天无三日晴，人无不日好。目前反被禁在乌山寨。身为韩飞鸿阶下之士，愿意处理着杜克伟一事，烦请罗公公专权发落。本王当听命执行就是。做得真好，做得真好。二爹，杜克伟既然被擒，那你二爹你怕什么？安怎处置嘞？哎呀，戆查某囝的，这代志哪会得要问嘞？将伊抬死，代志就解决了嘛。袂用的，二爹，你袂用去抬大客位的。是安怎袂用的呢？哈？因为是安怎讲啊？二爹，我的阿客位坐下时。
官兵进长津。这点的也是我的祖兄，我较聪明，较聪明。二弟，我分你去杜甫的外地，就是暗中要对付杜克伟。如今克伟已经被擒，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，这也无什么代志。今仔日我是专工来向二弟的施行的。真好，真好。无啦，走我囝呀。现在皇上哦，在国子监咧挑选歌姬女乐，啊，无你暂时踮二爹家，甲二爹斗三工挑选啦。是。老兄，在。歌舞四号。是。事也办袂好势，你甲我选一个歌姬女啊，啊，肥嘞肥滋滋，歪嘞歪滴滴哦，老嘞老涩涩，瘦嘞嘞瘦皮巴，连物件歹势，搁想要笑，这查家都唔敢看，皇上要来敢看嘞哈？老大该死，老大该死，你干那会晓讲就该死尔，你其他会晓讲啥物嘿？日子已经逼近啦。我是要向皇上交代的哈，啊，提起提起提起，是，啊，皇上挑选这尼啊济歌姬女高是要做什么呢？哎呀，早起啊，你那代志较唔知哦，也较卖问的啦，你是在看什么呢？早起啊，你有想要当宫中享受的荣华富贵无？哈？二弟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早起啊，他拄啊遐拢是皇上吼，伫国舅府官所挑选要做歌姬女乐的，只要皇上若看佮意吼，飞上枝条变凤凰。摇身一变，变成宫女嫔妃啦！查某囝，你生得真水，又搁真绝色，看你面相哦，搁真富贵相，不一定以后哦。二弟，你这么讲起来，我拢总听无啊。查某囝，你听无不要紧，二姐甲你安排就好啊吼。Thank you.
叫做什么名？哈，大皇上，你是查家的儿女，名叫韩飞如啦。韩飞如啊，嗯，既定为何不敢举条呢？侬今无犯皇上良规，对你无罪啊。下皇上。下皇兄，哈哈哈！韩飞如，你贤淑端庄，文武双全，以将儒学之中脱颖而出，寡人良心大喜，封你为贵妃啊！感谢皇兄，将儒学赐号贵妃。陪贵妃到桂花宫啊！老兄，在，带贵妃去桂花宫。是。贵妃娘娘，请。请吃果。杨宗祥求见。算进阶。算进见，算进见。神妖各上见驾，我自万岁，万万岁。要请平心，下万岁，行客者万岁。延安一带之口，有西会府前，早将一表在出，恰逢相遇到。演哪里个出现插曲？客栈皇上插曲，拢是一块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嘛。咱就派电话编出有功的大客位，搁再挂帅去平定就好啊嘛。编出皇上，大万岁国家，上面回朝复命。编皇上，大客位国家越级，皇上，你唔知会记的未？昔日杜克伊伫当天也有讲过，讲伫半年之内要掠着韩飞鸿来当天交旨。皇上，到即马杜克伊还阁无声无息。皇上，你看是毋是畏罪谄媚啊？禀奏皇上，杜万岁告假回乡，我一定另有计划，请皇上赏赐人才，你想法如何？有关的道歉告告我其之事定会令我处理，要请听旨。行长定命你到刑部领兵，以最快行动剿灭贼寇。遵旨。各位兄弟，今天是上官大捷，也是咱华山在上界飞翔的时阵，咱已经将明色的台湾势抓到。哼，文东帅今天率领大家放下屠刀，饮酒饮酒。好，饮酒饮酒。饮酒，饮酒无趣味，咱就要来比赛。若是饮输的，就是应该罚；饮赢，文东帅当当优秀。你看，我们当官的，我怎么跟你？高领信，好，来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哪个地方啊？你看，你已经酒醉啊。想讲我醉，我没来醉，我是海良的。你无你嘛唔对，来。你。娘娘，等我。
的相公，永远袂当来遮跟我相会。阿和子，我知啊。是李荣英无看，佮头早转来看。是安尼，相公，你瘦真多，这段时间就委屈你的。是毋是委屈我？是我来连累你。二姐，你也小算了。相公，莫佮讲，紧来吃，紧来。啊？二姐，哪有这么正多菜呢？遐个贼啊，算作还佫有良心，摕这酒菜来予我吃。来，紧来用。啊，冬天去啊，我来烫火烧吼。唔免，我安尼烫只真好，唔免佫烫烧咯。要无，上我这个汤，嘛都爱烫火烧才通吃吼。拢是我的心胸太恶，才惹成这场的大祸。若不是这场的大祸，嘛袂当发现着患难见真情。也是这场的祸，培养着阮阿母的感情。娘子对我实在仁尽义尽，我以后不知道是要安怎弥补伊才好嘞。相公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实在对不起你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实在对不起你。相公，你是在讲啥啦？恁当袂记，咱是夫妻，就爱互敬互爱。就算讲你有做甚物唔对的代志，我应该原谅你。来。金太烧来啉汤。相公，我相信你一定袂记今仔日是甚物节日。今仔日甚物日子？是元宵佳节。在修车中
如死，生不如生。韩维勇，我绝对无放你来看你。哎，小公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来找韩维勇，甲伊决生死。快来，小公，今晚不是甲伊决生死的时阵，你这帮人去无影。你先开。小公，快来，快来去，你当地人，小公，小公，你。是做歹看心，转头，都有你，美人，到时是美人，哼，自古英雄配美人。都各位，你今仔连狗都不如，没了。